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却拥有同一个信念。只有用心做，应该讲真的是还能够做好一点。他们是普通人，却用平凡的心灵呵护着即将逝去的生命。下场雨。他们进行着最平淡而最深刻的陪伴。真实第25小时，为您讲述临终关怀的故事，跟随着他们走进那些微弱的身体，一起聆听，一同陪伴。用24小时生活，第25小时思考。我是李磊。当一个新生命降生时，我们总是欢欣雀跃，把最好的祝福献给他。而当一段生命即将落幕时，除了痛苦、凄凉与悲伤，我们还能如何面对？生命如果有优生，也应该有优势。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临终关怀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模式，而在我国还尚处在起步最初的探索阶段，任重而道远。然而在这条路的起点上，有这样一群默默无闻的普通人，他们正在用自己微弱的力量守护着那一个个即将告别世界的生命。在这条不长的走廊，你会感到由内而外的平静。生命或许无法在这里延续，然而每一个灵魂都满溢着温暖、柔软、安宁。在这里，你能够欣赏到生命的绚烂与绽放。我觉得临终关怀不仅仅是关怀他人，更重要的是关怀自己。我觉得临终关怀就是一种最简单的、最平淡的、最深刻的陪伴。这种照顾要包括一个心理上的、肉体上的，还有社会学上的一个帮助。活了海的人应该给伊拉更加多的关心、温暖，让伊拉走了平平安安，还有一点带了温暖走。凌晨5:30，当整个城市还尚未苏醒时，程文武已经整装待发。他那个第一班车正好是59分，啊。每天清晨，他都要从上海北区的家里出发，踏上首班地铁列车，去往他的工作单位——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十多年来，程文武早已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作为肿瘤医院姑息治疗科的主任医师，他每天都会第一个来到科室，为早晨的查房做准备。33床昨天给予穿刺的，19床今天要来接账的病人已经走了。32床昨天给予瑞星化疗的，已经睡眠欠佳的，早晨的体温是38度。心跳。这里的病人都是癌症晚期患者，生命期一般只在6个月内。程文武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如何减轻病人身体的疼痛，与病人成为朋友，同时给他们足够的心理安慰，这是他对自己的要求。哎，好的好的好的，我想可以要帮我手吧，是吧？最佳的动作跑过来了。不是不是，伊是搿能讲的。如果今朝假是，如果假是今朝，伊觉得老适宜的、老好的，伊就拿手伸出来跟我握。所以今朝手跟我伸来握了呢，我晓得现在还可以。哎，还可以。左右右。你好，需要刚刚两天。刚刚好。下头七十几，上头180几。还每天2天，刚刚开始回家，还有就心急不差。侬不要啥个急得来抽腰细，又是哭了又是笑了啥，搿也是容易，搿个又是哭又是笑，肯定血压波动最大的辰光。对对对。哎，再老勿急，我觉得跑出来叫看到侬我就放心了。有好像有一种老有种有依赖啊，就觉得生生医生来了，放心了就这样子，比较熟悉的。曾经在国外研修姑息治疗的经历，
让陈文武立志探索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临终关怀体系。2005年，在他的努力下，肿瘤医院创立了姑息治疗科，成为上海三甲医院中唯一从事临终关怀的专业科室。我整个的人是我的病人的，我只有跟他们接触在一起，我才会觉得自己有一种充实感和踏实感。如果让我脱离临床，不去管病人或者不去看病人，我也会落伍的。今天是要去首访，然后我等一下先去小陈医生的办公室，就是跟他问一下病人和家属的情况，然后接着是去病房，那看一下这个病人和家属，根据今天的情况去协调那个志愿者的服务工作。马小静是手牵手志愿服务项目的负责人。两年来，每逢周三的上午，他的身影都会准时出现在这条他早已熟悉的走廊上。与医生做完交接，马小静会走进病房，首访接受志愿者服务的新病人，同时也会探访那些早已成为朋友的老病人。我说哪里有？哎，李姐穿的那个大衣很漂亮的，她来看我啊，今天来。哎呦，小弟，你好，你好，你好。吃好饭了？饭吃好了。要来拍啦？可贵了。哦，好。小姐，今天阿姨来，觉得还可以哦。那反正侬是多灾多难，但是侬是运道特别好，是还乖乖唱的。哎，现在唱不去。我真的老幸运的，侬想本沙姑娘是一本花的人，到今朝能够对牢㑚镜头，对牢㑚讲，我老感谢㑚志愿者。交关辰光当，有当时㑚就是讲轻轻的跟我来讲哦，就好像有点拨我就是讲活下去的勇气。一嗓子毛病慢慢我晓得了，真的要珍惜生命。所以现在还有最后一趟化疗。最后一趟化疗，对吧？明朝不晓得是不是了。如果能够化疗的闲话，能够顺利化疗，我十二趟我就。结束了，我老开心了。哎，成功目标是。我要小陈宇啊，小陈宇星期天来。星期天来。他给你打电话了没？他跟我打电话，伊没跟我讲礼拜天。我问问伊，我问问伊啥话。不去不去，不去问伊，我就伊万一有事体要带朋友了，搿事体勿晓得。好好好，我结束了。行，阿拉先走了，好吧？好好好，再见了。哦，谢谢你们。2008年。国内首家将生命教育引入临终关怀探索的 NGO 组织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与肿瘤医院联手共同建立安宁陪伴项目。在此之后，医院里又多了许多志愿者的身影，他们每周都会来到医院，来到病人的床前陪伴关怀。临终关怀服务始于上世纪70年代的英国，它的目标是提高临终病人的生命质量，不刻意缩短或延长生命，减轻疾病带来的肉体与心灵的创伤，化解他们对死亡的恐惧，让痛者安神，生者宽慰，逝者安宁，同时让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得到一次珍贵的生命教育。手牵手的志愿者们中有公司白领、企业高层、心理咨询师，也有退休职工和刚刚步入社会的应届毕业生。平时他们有着自己的社会分工，过着各自不同的生活，然而出于对人生价值的追求和对生命关怀的强烈意愿，他们走到了一起，奉献着，收获着。我妈妈是本身得了癌症，然后她接受手牵手的服务，她接受服务的时候我也在旁边一直有看到的，给病人带来心理上带来很大的一些支持。陈瑜是志愿者中年龄最小的一个，除了平日上班，陈瑜将自己业余时间的大部分放在了服务工作中。如今大学毕业还不满一年的他，已经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志愿者了。在与病人谢美宝近半年的陪伴和相处中，彼此成为了各自生命中重要的成员。八十回来以后，我那个癌细胞那个指标
炎症有点高了，高了以后小陈宇打了个电话，我说阿姨我又哭了，我说我那个癌细胞的指标我有点高，有点是比较绝望的一个状态。他一直在跟我说，就是说哎，小陈宇怎么办呀怎么办呀。那个时候下着倾盆大雨，小陈宇又来了，又来到阿姨的病房前。我说一件事情也不要看得太绝对，有可能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反复，好好配合医生治疗就稍微平静下来一点。之前了解到他过生日当天晚上，我就过去，然后买了一盒巧克力送给他，拿了一盒巧克力，阿姨生日快乐，我心里很感动的。我自己儿子我都不让他来，我现在从死亡线上我过来了，所以我阿姨除了感激还是感激。在陈瑜他们的经历中，像谢美宝这样能够化疗后顺利进入康复期的病人，在癌症晚期患者中的概率是很低的。就在几天前，陈瑜收到了谢美宝即将出院的消息，他与其他几位志愿者商议后，决定在今天共同为谢美宝举行一场特别的出院仪式。因为今天阿姨顺利出院嘛，想祝福她一下。这是郁金香和百合，这个阿姨最喜欢的两种花。志愿者们把这个仪式称为毕业典礼，以此来纪念谢美宝度过的十二个艰难的化疗周期。他的毕业仪式什么时候开始？毕业典礼啊，他今天情况不是很好，然后他刚刚已经在呼唤你了。那个，把你们服务都可以去，嗯，对吧？都去打个招呼好了。哎，阿姨。对哦哦，照片，哎呦，照得很好的两个儿子，OK，两个 OK， 两个儿子，对，小陈、刘思阳，这是郁金香，是黄刘老师给的啊，黄刘老师给的，是的，这个留个纪念，这个啊，谢谢你，这是叔叔摘的桂花，这是叔叔摘的桂花，是，你们太好了，不要哭。哎，别激动我，别激动我，哎，心里很脆弱的，别哭，很开心的，哎，别哭，没事，别哭，小陈宇，小陈宇好，哎，阿姨，小陈宇，别哭，激动，不要激动，阿姨回去了啊，阿姨都快好了，太不容易了，这一次火燎来，次次给我勇气，小陈宇。在他身上，我就看到一个人的精神力量真的是非常的强大，真的从一个很低谷的状态，一下子就可以重新焕发出生命力和坚强的意志。我觉得这也很让我鼓舞。鲜花我要放着，红了谁的钱？鲜花我要放着。这个只能回到后，我回到后开心的来聊起讲一句。哎呀，真高兴！我谢谢你们，真的谢谢你们，从心里谢谢你们。开心的。阿姨开心，我们也开心。我们也开心，对。阿姨永远记住你们，真的，你们都是我的好哥们，都是哥们。好。如果说他在这里面收获一些，感恩和力量，能够再把它辐射到社会上去，那。我们的目标就达到了。作为我们自己也很感恩，说原来助人是这么美好的事情。哎，不用了，阿姨，抱抱你，像抱自己的妈妈一样。
而在另一个病房，另一位志愿者李菊燕也来到了他服务多次的病人杨文英的床前。性格和善的李菊燕是志愿者团队中最年长的一位，大家都喜欢叫她李姐。零九年四月廿几号嘛，电台里不是播送伊拉节目的嘛？哎，我听了也蛮好，我就来了呀。那个题目我一直记着的，这个叫是让我送你一程，实际上帮我理解是最后陪你一程吧。嗯，我觉着有交关病人是蛮需要的吧样子，因为阿拉阿哥老早也生个毛病走的，我觉着是蛮需要的。一个发到三个八度三。杨文英的家属告诉我们，在身体健康的时候，她开朗、坚强、乐善好施。二十多年前曾经历过两次肿瘤摘除手术，但在去年，病情再一次复发，发现时已经是晚期。有种病人呢，有种老忌的，老忌讳讲了吓的。那么我又老想问问看，真正的做起来，你觉得像搿把病人的啥，到底需要点啥？用自家的耐心做吧，对待人家，用自家真心对待，用真心，对对，大家互相真心，真心真情，一定要有真心，没真心是勿来三。种虚伪是三，对对，勿实惠。像伊拉搿把病人生到毛病生到搿种程度，确确实实交交关关外表的物事侪勿需要伊拉，只有用心做，应该讲真的是还能够做好伊。实事求是讲，做志愿者，那勿要啥虚伪，侬本身就是自家，因为有搿份心想去为人家服务，想人家做。大概也吃勿得。一定要上牛火。是啊是，就烧菜，叫人家调调口味呀。我告诉侬，侬烧这个插头，这个头哪能烧法？这个插头黄头，先要浸浸透一点，再先给烧熟，再把这个米摆在海里烧，全部再烧。那那吃没熟啊？哎，没熟呀，那那黄头插头才不熟。真啊？不大熟。我这个就是讲，哎，不得个，是应该生气啊，搿勿生气，是实事求是，就讲阿姐了嘛，大家自家人就讲，哎，讲真心话，哎，是呀，勿要虚伪。搿位置讲呀，侬嘛，假使讲吃了勿消化的，我们也勿晓得嘞，一个人，对勿啦？那个更没必要了，对伐？尽管现在的杨文英卧床不起，受着病痛的折磨，但她告诉我们，她现在多了一个心愿，如果这次还能平安度过。他自己也要做一名志愿者。这就委屈了。那么，爷爷的，没事，替他们顶了。那么，我快先休息了，好吧？委屈一下，谢谢你们啊！谢谢大家啊！有统计显示，近年来上海每年因癌症死亡的人数达到3.6万人左右，仅靠肿瘤医院以及仅有的几家社区医院的临终床位，显然已经无法满足如此庞大的需求。今年上海已将临终关怀列入了政府实施项目，每个区选择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试点，专设10张病床用于接纳癌症晚期病人，这将一定程度上改善目前的现状。然而对于这些试点医院来说，临终关怀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除了病床亟待解决的，还有医护人员们相关经验匮乏等现实问题。作为国内较早介入临终关怀体系的程文武，自然会比往年更为忙碌。自从临终关怀试点医院名单的正式确立，邀请程文武前去指导工作、交流经验的医院和卫生单位络绎不绝。面对这些急切的要求，程文武都会欣然答应，因为传授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正是他一直想要做的。今天他要去的是徐汇区试点单位华津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对对，这是另外加出来的，另外加出来的。这样是这样啊，我稍微讲讲，一共是十床，从现在讲是十个床。这个是一个家属谈话室，谈话啊，交流，或者是心理治疗室，都可以算在这个在这范围里下。一间整个这么大的一间，哎，这个进出的都是无障碍设施，哎，要无障碍，要无障碍。搿真的是弄了蛮好，但是呢，我觉着搿搭个话呢，离侬医面个重病人的地方是勿是远了一点？远了一点。今后侬打铃啊或者啥物事，搿要当心了，搿出诊的速度要当心。这个上面还欠缺一点。好的。本来我这个说话很直啊。哎，别别别，您说好了。你是专家教授。是不是能够再低一点？啊，那个是正好，坐在上面这个撑起来正好。对对对。这个如果你要蹬的话，你这么高拉不起来，拉不起来。你上面撑一撑的话，稍微低一点点。对对对。或者你实在不行，你两边弄的话，更加能够撑得起来。对对对。那这个我都因为我都设计过，所以我自己知道一点。对对对。那你们今后还可以招点志愿者过来，那社区的那些志愿者，帮你们可以做掉点什么呢？做掉点护工的一些工作。包括心理的，包括一些跟那些患者读读报或者是聊聊天的这些东西，这个都可以志愿者来做，不一定医护人员都样样都能够做。我们的优质服务，我们的这个服务的这个质量和安全性，让病人能够接受，哦，你这个的确是以人为本了，好，人家接受了，走的时候也就认可了。在手牵手工作者和志愿者们看来，程医生有自己专业的心理素养和医学知识，而他们面对病人的死亡，往往心理上一时难以调整。每周五下班后，马小静总会挤上近一个小时的公交车，准时来到这个小区。2008年毕业于华师大艺术教育专业的他，今晚的角色是一名扬琴老师。尽管这样的课程会占用他本就不多的休息时间，不过在他看来，这却能给自己带来一份额外的收入。而且在这里，他长时间紧绷着的神经能随着音乐得到暂时的舒缓。马小静说，这是他释放自己内心压力的一种方式。临终关怀的精神核心就是，他就是我们的家人，我们也是病人的家人，这个是最核心的部分，但我们需要一段时间来做。今天是两月一次的志愿者督导服务时间。两个月来，大家在服务中出现的问题或困惑，督导老师都会进行专业的辅导和解析。结合到以往服务的经历，许多志愿者渐渐领悟到了临终关怀对于病人的意义，以及自身从中获得的人生价值。案主对你表达感激之情啊，对。但是你们并没有当下做一个反馈啊，对，没有做一个反馈啊。你忘了说谢谢，并不代表对方，并不代表他没有收到你的感激之情。无言的沟通，这是最高的境界啊。我们要回馈给人家，不是当下你给他多少的回馈，而是您这个人愿不愿意继续走下去，这个才是回馈每一个病人对我们的感激。为了更好地指导志愿者工作，督导老师陪同李菊燕一起再次探访杨文英。杨文英的病情依然没有好转的迹象，身体上的病痛已经让曾经坚强的他无法再坚强起来。
然而另外一个噩耗的传来，让他陷入悲伤。杨阿姨的那句我要坚持活下去，让李菊燕心里涌起难以名状的悲痛。医生告诉李菊燕，杨阿姨的病情开始恶化，时日无多。李菊燕只想在杨阿姨剩下的日子里好好陪伴她走过最后一程。有时候手牵手的志愿者们能做的或许只是一种陪伴，但就在这个简单的陪伴中，病人获得了安慰，接受到了一股正面的力量。许多志愿者们告诉我们，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自己也在接受着心灵疗愈，彼此给对方上了一堂不平凡的生命教育课。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临终关怀对生命有了全新的认识，那就是怀着善意，怀着感恩，让处在生命最后一站的病人得到心理舒缓，帮他们完成最后的愿望，让生命重新获得尊严。在拍摄过程中，我们接到了另一个志愿者的紧急求助，他所服务的一个病人生命期已无多时，他期望在镜头前了却此生最后一个心愿，于是我们记录下了这段最后的影像。那次正好是周日下午，本来就是我们固定去做服务的时间。其实我当时心里面的想法，可能这个阿姨可能生命期只有几天了，我是做着这样的一个心理打算过去的，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抓紧时间，尽快的能够去了解他们的心愿。杨一宁了解到病人陈妙兰的丈夫患有眼疾，不能料理家务，在他住院的八个月里，都是邻居替他照料，端茶送饭，嘘寒问暖，为这个处在困境中的家庭带来了极大的帮助。陈妙兰希望借助媒体发出她最后的声音，表达她的感激。4月18号一大早，我们随志愿者杨一宁一起来到了陈妙兰所在的那个病房。我老头也做不来事，他一直来帮忙。以后不知道怎么感谢他了，真的。我妈真的还算是幸运的，那这个根本这份情根本就还不掉。好了，谢谢。让我笑点点。哎，好，好的，好的。开心一点。1、2、3。
四五天之后，这位阿姨就病逝了。其实后来我在想好这个事情，我当时觉得我们真的是可能是在跟生命在赛跑，其实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力去完成他的心愿，打开他的心结，让他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能够了无，尽量的没有遗憾的去离去。这天下午虽然不是周末固定的服务日，但李菊燕得知杨文英病情进一步恶化的消息，她请假赶到了医院。尽管医生们用了多种治疗方案，但杨文英的病情发展速度还是超出了预期，情况越来越不乐观。他咳不动了，咳不动了，他也开始咳了。根本那时候的调整光拔进去，也有进去了啦。不拔进去。伊搿能吃无花果，什么吃咳嗽药，吃勿起来没用啦。家属告诉李菊燕，杨阿姨要转院治疗。这是李菊燕最后一次陪伴杨阿姨了。这是我妈妈，把路牙，把路牙吧。我这是走菜，我两手菜。哦，吃的吃的。我的力量是很小的，那个精神出彩是讲，肯定为弘扬法光大的，对不对啊？那这个一种精神，因为现在社会老龄化太多了，是需要搿种啊子一股力量啊，但是没，但是哪能够已经走了前头了？我真的是在内心，我在想到能够有，真的还被我遇到了。侬讲讲讲，那做一切并不是在作秀，那真正是为这种病人做好了这些爱护工作，能够使伊拉能够坚强起来。如果走的时候还是愉愉快快走。是的，伊不管了，我不做啥，蹲了头伊也心里挺焦躁。哎，就摆在旁边。是的，是的。家庭已经变得小小的，别紧了啊。那吃好了，天天忙着一些，那到外面去，那去吧。好啊，好吧，好啊，好啊。哦，加油啊，加油大家。哎，跟爸一起啊，一起啊。好，好，好，加油，爷那啊，真的加油那，好好好，谢谢啊，谢谢你们啊，祝你们好人一生平安。应该讲自始至终对阿拉老搿工作老支持、老帮、老配合的。搿真的，阿拉应该讲，我觉着是老幸运的，碰到搿排一个病人，而且还有指点，讲伊心换心的，真心相待，真的搿是老要紧。陈妙兰去世后，杨一宁与她的丈夫和女儿依旧保持着联系。在一次聊天中，杨一宁得知患有眼疾的陈妙兰丈夫需要在电脑上安装盲人阅读软件时，她叫上了从事 IT 工作的陈瑜，一同上门帮忙。哦，真重，你不会带了个笔记本电脑？是啊，他有问题。你真的带了吗？啊。那这个开机是？开好了。已经开好了。这个没开，这个没开，录一下。有时候看看呢，这个人哦，真的现在已经走掉了，心里也真的很难过，很难过。但是难过的话，我也有点安慰。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志愿者都出现在我的眼前了，能够帮助我，使他走了是很安宁的。今天呢，志愿者来看你来了啊，一宁来看你了啊。你走了以后，志愿者还很关心啊，还到我家里来帮我安装电脑，啊，你放心啊。他讲你眼睛又不好，你今后怎么办？他讲。这么多人来照顾您，还有就是这样的，餐饮肯定放心。我说你放心啊，我说我现在很好，一个多月了，走了一个多月，25号走的，一个月。我在跟我的每一个
就是服务的病人家庭去沟通的时候，我真的内心会有非常多的回忆和感触，因为会不停地想起来，哎，我家庭，我的哪一位亲人，经常会想起来。相比两年之前，肯定是成熟很多的。面对病人走的时候，比以前会坚强很多，但是在某一个点，还是觉得这种事情还是很悲伤。因为我看到了生命最终的那个状态，所以我会对现在的这个生活啊、人生啊都非常的感恩，更珍惜跟家里人的那种感情。这份工作给我的经历或者是收获已经够多了，负荷已经到了我的顶点，所以把这个工作暂告段落了。已经腻了，你那个居然把老居哎。在医院，李菊燕是最受大家尊敬的志愿者。在生活中，她还需要充当好一名合格的妻子和母亲。她每天都要为全家人的衣食住行而奔忙。那有时候压了个半年这个日，马大嫂一下对吧？屋里向。应该讲，老的没有老了，对不啦？要照顾，屋里向小人。哎，阿拉因为上海就我家的嘛。应该讲，我觉着我自家改变，同情心啊，人家个爱心、善心，搿方面是比老早要更加多点。出去以后嘛，就一直关机了呀。我就打来打去关机，打来关，哎，一关机我就觉着好像有点苗头勿大有了。有点怎么说呢？搿味道是蛮难讲的，就是讲既有种觉着伊解脱了，但是我实际我是老希望能够陪到伊，对勿啦？没能够陪到，我觉着蛮遗憾的，也蛮难过的。啊！一直牵挂杨阿姨的李菊燕，几天后联系上了杨阿姨的女儿，得到了杨阿姨已经去世的消息。杨阿姨是李菊燕服务的最后一个病人，之后李菊燕离开了志愿者的队伍。在与病人最后那段短暂相处的日子里，让志愿者和生命关爱工作者感受最为深刻的是，他们仿佛寻找到了回家的感觉，生命就在爱中，带着温暖，带着尊严，静静地告别。没有太多的恐惧，没有太多的悲伤，这是一种坦然，更是一种幸福。我们无法左右生命的长度，但我们可以选择生命的宽度。活在世上的每时每刻，我们都可以重新选择自己的目标，活出自己的精彩，寻找到光明和爱。告别，有时或许也意味着新的开始。在肿瘤医院，我们依然每天能看到陈文武主任与病人在一起的场景。面对癌症晚期病人，他无法让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康复出院。
但他希望来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能获得有质量、有尊严的生命。他更希望用自己的努力和实践唤起人们对于死亡、对于临终关怀的关注和思考。可能在整个上海滩上我亲自送掉的差不多是最多的一个医生了，因为是应该走这一条路的，对吧？而且你也已经尽心尽力了，他走完人生了也没什么太大这个痛苦了，那么我们也自己也得到了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安慰了。好，我说一二三，大家一起开始啊，预备，一二三。我有一个小抽屉。经历了五个月的调整期，马小静在浦东的一家艺术教育机构里找到了一份全新的工作，开始了他全新的人生路途。那艺术教育其实说的广义一点，它其实也是就是用艺术的方式在做生命教育。我自己在做的一个事情，如果简化来讲就是陪伴，只是陪伴的方式不同，我觉得这就是我要发展的这个方向。在医院，他目睹过无数生命的逝去，而在这里，他从孩子们的童真和欢声笑语中感受到了一股新生的力量。生命或许本就如此，时而脆弱，时而绚烂，周而复始，生生不息。每周日下午，手牵手志愿者们依然会聚集在这间不大的屋子里。他们中的有些人选择了坚持，有些则由于种种原因选择了离开，同时也不断有新鲜血液融入到这个大家庭中来。这里依然充满了温暖，依然继续着生命的传承。在这条不长的走廊，你会感到由内而外的平静。生命或许无法在这里延续，但一颗颗浸透着爱的种子在这里播种、生根。